看，在迷你世界中有非常多的皮肤，每一个皮肤都有自己的特点，它们的相同之处就是都需要使用迷你币来购买。但是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在迷你世界中有一个被隐藏的嚣张皮肤，它还没有上线就被官方大大删除了。你们难道不好奇它究竟长什么样子吗？众所周知，迷你世界有非常多的皮肤，如果你喜欢皮肤，那么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皮肤都需要迷你币，比如主界面中的竹生和雪群，它就是月翔卡皮肤，达到相应的等级就可以直接领取，它不需要迷你币。但是右上角的天幕星轮卡波和右下角的桃梦蝶，它们就需要迷你币来购买。比如卡波需要688个迷你币，而桃梦蝶就需要268个迷你币。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就是此时桃梦蝶的心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那么太过于嚣张而被官方大大直接删除的皮肤，他究竟是谁？今天我和学姐发现了这个皮肤，这个皮肤太嚣张了，居然直接可以给我们玩家上电摇嘲讽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他的电摇非常的标准，所以他就被删除了，并且官方大大给他起了一个非常帅气的名字，叫做阳光酷哥 Beauty。 而这个十分嚣张的皮肤在商城中是根本找不到的，因为他已经被官方大大删除掉了。你们知道了吗？